你看这行不？不行，还有。哥们儿不说话了。来，钥匙。怎么不说话了呢？那边。哥们儿，哎，你不玩段位吗？你不社会吗？哎，你别走啊，来，验验，看一眼，瞅一眼去。看着没？这个车，那个咱咋没有这个车了？我爸好了，啊，赶紧的吧。没问题吧？还得是你。还有啥说的？完了，这么说，咱哎，哥们儿，这回明白了是不？就是按你刚才说的规则，咱的流程，这不就现在没啥毛病了吧？没有。好，不，你咋不说话呢？咱得按你流程办事儿啊，是不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说话也这种回答呢？哎，心态丑应该就是了哈。OK 了，那这是什么呀？你不就找个有钱对象吗？你搁这牛逼啥呀？你他妈！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在寝内住呢？有能你也找一个呀？哎，这回明白了吧？你也别拉硬了，哥们儿，你把卡号给我，一会儿给你转十个，行不行？完这一会儿开走，咱老爷们说话，说话好不好？开走，推合力。哎哎哎哎，不，等等，干啥呀？那多浪费呀！你给他拉去跑婚庆，咱俩是不是能挣点钱？嗯，走吧，我都饿了。嗯，不是，饿了，不省心了。好嘞，哥们儿，我上车了。拜拜。哎，这又不生气了？惩罚你今天一整天都陪我。啊？不，你搁那瞅鸡毛啥呀？赶紧开车吧，五十斤。